进了，哎，那个 viper 没血了，哎，那个，我靠，你是在抖音的是不是啊？抖音局，你秒杀小啦！这个排位会不会出事啊？哪个排位？我看看，你很会找人，我只能说你找到一个很，你找到一个很强的，但可能对手也会超强的。就是你找到一个很强的是没错，但对手可能是超强的。阿贤今天每个韩妹奶台都在跳阿娘尾，抖内我5000，我马上开跳。就我看了他的台，然后跟学他跳，5000就够了。直接打、啊，干超凡场又不是没打过，直接打，干贤直接开。真的吗？直接开吗？开完这场，俊佳可能就不会想再开这游戏了。俊佳会想一直玩欸。阿贤是本尊，不可能。你也开本尊关系？我干，这张图稳输局，就是这张图我会很燥。全新降职给你。这张图我很燥，这张图很燥。那你可以传连结给我吗？因为我不在外面。经典啊！哎、欸，关贤那边大概什么排位啊？对面打完才知道。我先跟他们对个两枪，我才知道。好啊，嗯，我会跟他们对个两枪。我也会跟他们对个两枪。是他直接两枪杀你，还是什么意思？还是怎么样？这应该对手会是什么排位啊？可能白金吗？啊、哦，不是超凡都好，感觉白金就很强的呢。对，应该会有超凡，可是不知道是谁。反正等一下你先看一下谁是超凡，离他远一点。你说我的头会直接不见，那个就是偏俊佳这里，偏我这。俊佳你要推，再飞枪，再飞枪头。顶住！黑猫警长，顶住！进爆点了，装爆了。打一个，点后应该还有，还有两个，爆点，确定。哎、欸，那个四凯，他会打真位。啊，还在，哎呦，在后面。操黑猫警长，对面大概白金，对面大概白金钻石。你随便炸、啊？没有，运气好，运气好。等下大枪局见真章哦，这个还好。这个现在小玩啊，小玩。右上角军事区，俊佳你。哎、欸，干，又一个右边。哦，干，让他看到你。我也不要卡视野。左手一个，拿出来吃你了。看起来你的点射很稳呢，但是没点到。两只，有两只，还有一个。Spike down A。吸满了。最后一个没资讯。哎、欸，在中路。中路他开。Nice。哇，来。哎、欸，看，稍等，还有一个斯凯，爆点，哦，没有死，还有一个，哎、欸，一个闪了，还有一个斯凯在这里面，俊佳看我不要，哎、欸，右边吗？哎、欸、，nice， 做一个，他摸到旁边去了，哎、欸，开包啊，美女，要开，这是我相信你，耍什么帅啊？狂看呢、欸，我操，真好看呢、欸。哦，看一下你的终极特效哦，哦好看呢、欸，耍帅。没事，好像没人。中路有声音哎，好，去另外一边了。哦，然后，直接爆头。在 A 吗？哎、欸，还没进。哦，这个大一大的。进来了 ，nice， 好猛、喔，好猛哦、喔！哎、欸，守住！哦，在这里，我看看，两只进了，嗯，进了，是该倒了，没、欸、我看错吗？然后他加一个，猜哦，他在楼下哦，抓到，领域展开，刘宇平，他、哦、这走出来是怎样啊？猜完了，嘿嘿嘿嘿，疯狗，就会守他死。真的、欸，那个领域其实
干，你说离手真的优势，我也觉得还好，可能偏 A， 可能偏 A 哦。哇，他好快哦！真正的高手来了，反应贼快，撞爆了！哎，中了一个，哎，不错，中了不？出入口都有一个那个摄影机，看三零五哦。进了，哦，没打死，114。哎，那个 Viper 没血了。进了，打死114。哎，那个 Viper 没血了。哦，一个点。打死你！我靠，你是在抖音的是不是啊？抖音局。我想出手，想出手。哇！顶上有个斯卡没血。可以，他们都在那个角落。强啊，小女警。左边要闯。Nice！ 哦，我的弟。因为这又有精华，哦，大家都还没开到。猛啊！靠，画面切过来就是三杀，切过去就是四杀，是怎样啊？可能有你来，他们变超猛呢。奇怪，你们这边是工作室是不是？你们在打干净号是不是？还是怎么样？这边纯上分，不会哦。等下进攻方再来讨论哦。现在先话别讲太慢。坐牢的事情晚点再聊。哔哔哔，还没打赢。扣虚。爽。雷娜在比小，等一下，还在比小，一个装爆一个比秀，确定了。这里会有一个。Nice。这家对这一组。这个方向。可能在里面嘞。嗯。啊，用大刀拆包。在左边吗？都要看一下，不确定。左边有声，有声。他在 B 面，确定。我靠 ！Nice， 拆包。拆包。没了。嗯，没了。哇，有半线 ，QQ 有半线，然后那个没咬到，射魂没咬到。哦，顶后很近。点那有一个爆图，是我的。哎，不要对，这个太远了。对，好，打后面的，对。干，哦，不行，打这个解体打太久。哪个爆图他就死了。哎，给我闪。OK。谁会拉刀？然后左边。这个有点小可惜。OK， 赢了，左边。靠，我要你开挂。谁会把他找出来？怎么会这么多人在逼啊？我看120，超多人，有三个哎！啊，为什么？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这个斯凯自己前推，然后后面这边站两个决斗者？他妈的，我前面到后，然后当中上去。那个雷娜爆头，一个枪，这个一枪，右边，别离。来，紧张。是 ，nice。哦，谢谢。Cypher， 可以不要紧。真的？有补吗？哎 ，Elbo 来了。我开水母。可以，这可以打掉，可以打掉，可以。哇，那是他好枪，他好枪。小精灵。然后点内左边一个，左边这条通道有一个小心线哦。你要吗？他线还在。然后 elbow 一个。碎啦，可以转了。爆掉了。他在点内。进家看我的点，这附近。在我身上。小心右边。慢慢来。对，这里面。哎，箱子后。他就确定线左边，甜蜜。看我的点。他晕掉了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啊！爸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啊！爸！阳，我好恐怖呢。阳寿，我那个弄到是可以这样子吗？好猛！有线直接喷头，有没线搞不好会爆枪。有线赢了。为什么我感觉一把接着一把按呢？不要就一直玩了，很那又不累。嗯，他开心啊，输呀，一直赢呢，赢了不再按一把很亏。